相反的是呢，两队加起来只有十分。八号，哎，这个球可以，拜托，还没有，哎，好，这个球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陷入困境，哎，这个球，跑起来，哎，被识破了，哎，直接摁倒。老师一码要传球，哎，这个球有干扰，超截，超截了，超截 了，反跑，回冲，接着跑，过了一个人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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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到了32、33的位置。我现在个人不太喜欢伊诺伊这个比较慢的进攻节奏啊，现在很明显应该加快进攻节奏。哎，这个传球可以，哎，能不能过他？哎，能能 过掉了。哎呀，这个球啊，哎，到了中场左右的位置。我看开球了，刚开始，威斯兰特这次拿球，选择长传，长传有了，哦，有了，到了八号 Allison， 威斯兰特还要传球，看这个，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打中了，伊诺伊。到第四节比赛还有13分21秒，终于得分了。交流上的问题，那么伊诺伊成功的16号 Marcin Burdock 一个20，球开出来，选择这次四分被擒杀了。这是几号？这是Dwayne Smoot， 6尺3寸270磅。好，我们看威斯兰拿球，要传球，传有空档。接到了，漂亮，接到了，赶紧的跑过来，要进行下一次进攻，一定要保证不打阵。接到了，打阵了吗？打阵了，打阵了，还是八号，打阵了，最后时刻10秒钟，这个球应该毫无疑问，这个球非常的清楚，他直接扑倒了，在那接的。啊，我看到裁判又要看回放啊，我们最后这个可以拍电影了，这场比赛都已经进了吗？进了，进了，还有10秒，第四节比赛还有10秒钟，伊诺伊反超比分14比13。哎，选择打穿没有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那么伊诺伊14比13，神奇般的最后一刻，最后50几秒钟一次这个进攻回合